帅气的岛主大米。你是有空位的，就是前面有空位的，可以先往前坐。哎，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好像九月五号，哎，怎么了吗？哈，你不知道，一年前呢，流星坠落造成了大地震，因此就好几座岛屿这样形成喽。然后今天即墨岛正式开放喽。真的假的？那我们要不要赶快去玩呐？好啊，走啊！这里就是即墨岛，好多人，好热闹。即墨岛的岛规，等等，第一条不能吃东西。当然要留点胃给岛民准备在地的美食啊。没错，第二条手机要关静音或震动，在这宁静的岛屿上就要好好享受大自然啊。就是说啊，第三条不要开手电筒。这里的萤火虫都很怕光，所以你要给萤火虫点尊重。第四条，不要乱丢垃圾，要保护这来之不易的净土。没错。第五条，厕所在后方的左右两边。萤火虫发出的光虽然很微弱，但却足以让我们目光紧紧跟着。让我们欢迎老师，请老师从左右手边上台，左手边下台。希望大家不要吝啬你们的掌声，然后多给他们鼓励，好吗？谢谢。好，各位老师、各位家长，然后各位瓦吉木的学长姐们，还有在座的所有社团伙伴，大家午安，大家好。然后，我是康复联盟的志工服务员，同时也是今年娃娃岛十九届的指导老师，我叫申丽。那很高兴可以今天在这个场合跟所有人一起参与这场茶会。当然在高兴之余呢，申大姐这边还是要先呼吁一下，为了要配合我们的防疫工作呢，虽然戴口罩真的很闷，但是还是要麻烦大家多多配合，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那我们就是在看整场表演的过程中都戴上我们的口罩，那谢谢大家的配合。再来呢，是想要借这个机会跟我们辛苦的一直给予协助还有关心的学长姐们说声辛苦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那个一直支持，然后一直鼓励，然后为了这个活动一直尽心尽力的付出，真的很感谢你们。那再来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其实今年的暑假足足少了两个礼拜的时间，但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这群对康复社充满热情的孩子还是很努力的筹办了这一场茶会，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不简单。所以希望今天如果有任何大家觉得做得好棒棒、很好看、很厉害的地方，都不吝你的掌声给这些孩子。那如果也有觉得你觉得做得有待加强的地方，那也请各位多多包涵。那最后我也想要谢谢所有在场到场的爸爸妈妈还有家长，那因为有你们到场支持，我相信今天孩子们会很卖力很努力的把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看。最后
一场好看的茶会需要的是各位的掌声。一场精彩的茶会需要各位的欢呼声。一场好看又精彩的茶会需要的是各位掌声加欢呼。预祝今天的茶会一切顺利圆满，我是康复联盟的志工服务员，也是文化岛十九届指导师胜利大姐，谢谢大家。你在看什么啦？哦，没有啦，我在观察蚂蚁啊。不觉得他们互相帮助的精神让人很感动吗？让我们欢迎我的节目一到十一届老人，请老人右手边上台，左手边下台。所以就先上来了，对，对，现在是第十三届了嘛，我是第十的，啊，十一，对，对，这样，持续了十三届真的是不容易的，对吧？也不确定什么时候会拆掉，所以你们要各位有事要好好珍惜你们现在来的时间，对，然后也祝十三届顺利，好好加油，好，谢谢。好像味道，蜜蜂阿彩的蜂蜜真的很香，很好吃，而且他们认真的样子真的很酷。对啊，我尤其欣赏他们共同带着下一代完成目标的时候，这种感觉最棒了。让我们欢迎瓦吉木十二届大人，请大人右手边上台，左手边下台。哎，你们知道即墨岛有一个传说吗？什么传说啊？以前在农时不足的时候，他们都会跳舞祈求丰收。这时候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原本长不出任何东西的土壤竟然都开始发芽。他们都认为这是上天的恩赐，所以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举行跳舞祭典哦。哎，等等，这个逻辑根本有问题吧？这根本就是他们跳，所以才造成土壤很动，所以才动出来的吧？这不是重点好吗？哎，你们看这是不是跳舞祭典啊？哎，对，走吧，我们来去看。